始め。主要是代表什么意思吗？这是你第一次主动抓住我。等了一辈子，怎么会太快啊？你不抱我能怎么想？嗯。未知的我们，未来的我们，别再挣扎。什么叫没想清楚？我怎么上去了？你真的都不懂吗？我要你不只是我哥，我要你难过的时候。可以依靠我，我要你有什么心事都可以跟我说，我要一辈子跟你在一起，可不可以？你不喜欢未知人吗？